为什么呢？因为看他在不在乎啊。但有的是小朋友准备的很好，真的不紧张；啊，有的是准备的很好，所以他怕他会出错，所以会紧张。啊，有两种不同的紧张状况。好，那我们将接下来时间交给恩宇小朋友。他要演的是，他演奏的是那韩德尔皇家烟火里面的这个欢庆，啊，欢庆这首乐曲。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交给丁恩宇小朋友。